哎，这个夜谈来了，咱们也就想到啊，今天又可以谈一谈优秀的女性啊。当然，这个女性算不算优秀，她吧，她的反对派不这么说。像是韩国这次竞选，反对派怎么讲这个朴槿惠？怎么讲朴槿？说她只是生理上是个女的。就这个朴槿惠，徐老师，你了解吗？我那天呢在电视上，我为什么觉得想关注一下这个女的，我那天在电视上听这个我们那个马斌呢就讲她的这个一生啊，马斌把她一生都研究了。哎，不是，现在都在讲，有些人呢真是天命所归，我觉得她就是干这个的。哎，你先看看她这个照片啊，朴槿惠，我跟你说不要被她这个表面所欺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钢一样的女人。你再看下一张，这是他在哪儿？徐老师，你想得到吗？我们的中央党校，朴槿惠在中央党校做讲座，他讲这个新村，韩国的新村运动。这个中国呀，制定农村政策啊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据说也参考韩国的这种新村运动，他和他父亲朴正熙搞的这个。你再看下边，这是他们一家人。父亲朴正熙，母亲陆英修，好像是叫陆英修吧。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要从这个演绎的角度来讲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就说1961年朴正熙是什么人，朴正熙是发动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，李承晚咱知道，推翻李承晚政权，然后做了5届韩国总统，然后呢被刺，但是呢枪打出去啊，没打着他，打着了他身边的夫人，就是说这个朴槿惠的妈先死了。然后朴槿惠当时在法国留学啊，一下就回来。你看亚洲一些国家有这个传统，她成了第一女性。对啊，这么多年，哎，然后到后来，哎，这就咱就说韩国人为什么能够说切纸啊，韩国人发生的这个事儿，有一天朴正熙和他的卫队长到他的那个情报局长，咱们就感觉是安全局长，情报局长的家里，当面斥责这个情报局长，好像叫姓金吧，金局长，说金局长你怎么能这么处理这个学生示威呢？棒棒，金局长拔出枪来，棒棒，把总统和卫队长都打死了。你说，哎，很戏剧性。没错，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女人呢，你看啊，她这个27岁，父亲朴正熙遇刺身亡。46岁，朴槿惠重返政坛。他54岁的时候，当了这个大国家党党首的他啊，遭遇袭击，也是被刺，被一个男的用裁纸刀在脸上划的都花了，缝了十七针。如今，昨天晚上传来的消息，韩国第一任女总统就是这个女人，朴槿惠。但是文涛，我听你在说的时候，你一直这个在用这个女性词汇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个词汇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你要说这个女人，这个特殊的女人，你一直不把她当做一个正常的女人来看待。我感觉是。我觉得你能意会到这一点非常好。你可以谈谈对此你想到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啊，像有挺多这样的女性的。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女总理，然后是包括这次又是韩国的这个，她整个的一生啊，然后包括像冰岛的像默克尔啊，我们看着她，我们从来想象不到说她的家庭是怎么样，就是她那个家庭是隐在幕后的，或者是大部分是很多人是没有家庭的。然后她的勇气大到像那个冰岛的女总统就说，我就是一同性恋，我根本就不要家庭。像这个朴槿惠的名言就是，我没有家庭，我没有子女，所以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爱，所有的精力都拿来贡献给我的国民。哎。